谢谢。下一位问题是我们刘佩芬小姐啊，是一位刚刚从国外加拿大留学回来的一位来，请。年轻时代发言反而比较踊跃哈，所以咱在座啊，今天咱以这个社团哈，这个代表啊，向大家面献礼哈，大家富贵啊，富贵啊，名扬，向大家让观音来点礼哈，谢谢啊，截止了哈，然后谢谢谢谢截止了哈，好，像主席还有各位与会来宾，还有各位与会的朋友，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缇南，其实我没有想到说时间这么短哦，那我也先强调一下，我不是失业，我是请假。那我比较在意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我在2008年之前，我都是以一个在外面看台湾的这块土地的人，去看每一次的选举。那其实我自己是在这次选举之后，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怀疑，因为我认为说台湾这片土地这个社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不能理解。在我自己每次看比如说他们的政见啊，在两个候选人之间的一些发言什么的，我都认为应该要选民进党这一个他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有愿景的一个政党。可是当我发现说这个社会这一个大部分的人他并不是像我想的那样的时候，我就认为我应该要站出来去发现，去发掘说到底事实的真相是怎么样。那其实我想因为时间比较短我跟我们几个朋友讨论了几个我觉得应该给予就是我们的蔡主席还有我们这个政党一个建议。其实我一直认为说我们这个政党他们是一个有理想然后有坚持的政党，但是呢大部分的人认为说不够亲民，也认为说你在坚持的理想当时你讲很多的理论，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他并不能理解说你讲这理论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具体，他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所以他比较希望说你能够以我服务人民的方式去给予人民的关怀各方面，让人民能够了解说你这个政党他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带领我离开这个就是理解说民主它的真正走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真谛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希望说民进党能够对媒体这一方面呢做一个非常非常深耕做一个深耕跟经营，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的绿色的就是说我们台派的朋友们对媒体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也许是因为说媒体的影响啊，媒体他们对各方面的一些就是说对台湾的抹黑啊，对许多的议题啊方面都会做一些扭曲，所以其实对媒体是对媒体是不是很 OK， 谢谢大家。谢谢那个刘小姐哈，大家那个时间充分有用吼，免听到两个声就马上就这个终止哈。我们下一位是北社的秘书长哈，李川信李秘书长。下一位是萧宗翰先生哈，请准备。主持人。主持人、各位贵宾、各位朋友，大家好。过去咱伫咧两蒋时代吼，迄当时怀较好是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那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 page。即马赶快马政府要靠中国人来救台湾，咱相信迄嘛是一个 page。但是真侪人讲，最近台湾经济真歹。
咱的事业是真严重，大家拢真艰苦，拢在自己讲卖酒是无能，是无能力。其实我相信伊唔是无能力，伊心目中其实敢有中国尔。咱来了解，伊要掏空台湾，要把台湾的经济打烂，要台湾乱起来时阵，才迎合一个未来统一的有利条件，这个必须要了解。所以我相信讲，大家咧看这个问题的时阵吼，伊其实所作所为都在铺路，包括所谓四项协议，到目前咱也毋知内容是物件，包括最近有人咧提议，讲要含中国签所谓CETA协定，迄其实就是选举前伊讲的，含选举后看出伊是两面说法。一方面就讲后壁是选举要拼经济，选后完全只是轻松要卖惨，所以咱要戳破马英九所有一切的这款面具，叫做真正来救台湾，救咱的经济，救咱的失业。所以咱期待讲，头前有一句话讲，有声就有力。咱要期待讲，有行动叫真正的力量。咱最近发的民间内底，真正人咧期待咱台湾最有力的一个反对党林进栋和戴立栋，这领导者、这主席应该代表台湾人民站出来。因为过去咱有几啊场的这款运动，实际上马政府完全不理你，停两天就过了。那是不是心态？是骄傲的心态。伊感觉讲，人民七百万可以做基础，伊要安怎做就安怎做。所以心目中其实无台湾，咱来相信。绝对无台湾人民，伊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营造一个有利条件。台湾经济愈歹的时阵，咱人民愈歹的时阵，咱当然伊来讲无中国来救台湾，还是讲哎、中国是以为在分台湾一口饭吃，这是咱来是清楚的。所以咱应该期待行动是展现咱人民的力量，行动是检验真理啦。咱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这款计划。到最后马英九还是讲不好听不鸟你了，因为过去真侪机会，比如讲最近马英九伊新桃园基金会来对，无声，唔是过几分钟。所以伊在用大家上台吼来包围立法院啦，还是总统府也有机会啦。对，现在人家现在都消音了哈，是的哈。刚才咱李秘书长哈。